说到正财方面，我们有北极玄天上帝富贵金。那么说到偏财呢，我们就建议大家使用这个刘海赤财金。说到这个刘海赤财金呢，它的功效呢可以提升我们的偏财运，比如我们投资马票等等都可以使用这个刘海赤财金。说到这个刘海赤财金的使用方法呢，其实是很简单，比如说我们买马票之前或做某项投资之前，把自己的名字或公司名字写在书文上面，还有当天焚烧的日期，填写完之后就可以把它焚烧了。